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简科技，我是简哥，一个专注于不标准普通话的科技解说。今天为大家分享如何发送这种尖叫文字，这里我们只需要一条链接就可以了，苹果、安卓都能使用。需要的朋友你可关注视频中同名微信公众号简科技，回复数字191获取链接，获取之后我们直接打开，然后在这里输入你想要生成的文字，不过这里的文字数量不能超过9个，比如我在这里输入简科技简哥，然后点击下面的生成图片，生成之后我们长按这张图片就可以进行保存了。不过这里有一点大家需要注意，保存的图片下面会有一个二维码，如果大家想要去除这个二维码，方法也是很简单的，我们可以在给好友发这张图片时选择下面的编辑，然后选择这张笔，再将颜色调到白色，把它涂抹掉就可以了。或者我们选择最后面的这个裁剪，把上面没有二维码的地方裁剪出来就可以了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分享就到这里，更多精彩内容记得点击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。